嗱 ，Debbie， 唔好成日怪我，唔带你食好嘢啦。今日终于带你嚟旺角悭好嘢啦。同我两个人撑台嘅咁好，点解要嚟旺角先？因为旺角有靓煲王，知唔知啊？靓煲王除咗打边炉一流，啲小菜仲好掂噶。咁正喺边噶？仲快啲跟我嚟行啦！大家沿住旺角港铁站 C4 出口一路直行，见到街市之后，见到桥底十字路口，转咗行前30步，咪见到靓煲王咯。Debbie， 你知唔知道我喺边度大嘅咧？梗系知啦，你系沙田友嚟噶嘛？整沙田乳鸽，最紧要先卤咗佢，再烧，所以一食就知道，个师傅肯定系嚟自沙田嘅。真系噶，咁样好有沙田嘅风味咯。而喺我面前呢个咧就系博多虾饼啊！博多边度嚟噶？博多你都唔识，咪就是、日本嘅九州咯。咁所以咧，佢就一个特制嘅酱啊。特制？咦，绿色嘅？呢个咧系日式嘅沙律酱嚟嘅。日本最兴食咩啊？滑沙皮。冇错啦，咁佢呢个咧就加咗啲滑沙皮喺入面。咁你点起上嚟嘅话，咪醒神又开胃咯。唔怪之得叫做博多虾饼啦。唉，食得好满足，好饱咯！咁快又满足又饱，仲有个冰镇果盘喎！哇，我见到前面呢一个咧，好精致，好靓啊！嗰盘，你知唔知咩嚟嘅先？佢呢嚿？唔知啊，佢面头呢个咁得意嘅，我咪可以试噶？你试下。但系厨房话俾我听系秘密，唔可以讲噶喎。呢、這个好好食啊！大家快啲嚟试下啦！Debbie 啊，靓煲王除咗好嘢食，仲有好嘢应我哋 MIHK 嘅订户啊！我梗系知啦，而家只要上嚟香港制造网络电视订阅我哋一个月嘅低俗频道或者两个月嘅啤梨漫步，我哋就会送你100蚊嘅靓煲王 coupon， 送完即止噶。唔单止啊，或者嚟 MIHK 网站要70蚊就可以买到价值100蚊嘅靓煲王现金券啊！哇，咁抵啊！仲唔快啲嚟？快啲嚟啦，或者会撞到我哋添啊！靓煲王的所有小菜供应期就去到10月31号咋，之后就做翻打边炉噶啦，所以大家要食靓煲王的小菜，仲唔快啲去？